就争取一点时间，让他们看看你前面怎么补枪。然后，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知道在场有很多新的歌迷，但是我要听的，我要问的是，自己认为自己是闪灵的老歌迷的举手。很多嘛，对，还有新加坡来的也是老歌迷，我知道啊。还有日本来的也是老歌迷，对对对，我在这边哦，所以大家都一定知道我们几位，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的鼓手，什么鼓手海西哦，不是吧？鼓手丹尼，键盘手。吉他手，对，团长，还有我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现在要叫，哦，对，哦，太厉害了，那我们今天还漏掉一个老朋友，对不对？谁？哦，对，果然知道，来，苏农。这个前面没有骗人，果然是老歌迷，苏农好久不见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苏农不一样啊。苏农他是郭台铭的特助，结果都没有帮我争取到半毛的政治现金。没有，哎，没有电视直播啦，他不是郭台铭的特助，我乱讲的。好，所以带来这一首，大家听下去就知道了。
谢，会唱的我就知道你们真的是老歌迷，都没有骗人。